欢迎来我餐厅。对，今天你们要点酒啊、哦？那我们今天点 Rustin 的好。哦，好，这个很好的选择。是妮娜良，第一次约会就带她来这么高级的餐厅，然后又喝酒，这样不会很奇怪吗？你说什么？奇怪？对啊，在这么高级的地方，拜托就是展现你男人浪漫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想想看，这个环境，这个氛围，你就可以在这边单膝跪下，然后呢，掏出。他们都还没见面，你就要提结婚啊？你不是要以结婚为前提吗？没有，可是我没有吃过这么高档餐厅，我不知道啊。哎，不要紧张，拜托，这种事就交给我就对了。那我们从这开始好了，芝麻叶菲力九十，上面这些小小的叶子呢，就是芝麻叶、嗯，那下面就是菲力，它加上一点点和风的酱汁、嗯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很有层次。嗯、Oh my god！ 才前菜你就那么幸福啊？不过这时候就是加上我们的红酒啦，嗯，那红酒啊，它是 Rustin White， 所以呢，它其实里面主要你会喝到的就是一些黑醋栗还有蓝莓的味道。不过你喝进去一定会尝到另外一种感觉，哇！你们都没有尝到吗？黑胡椒的味道啊！除了黑胡椒之外，你还会尝到意大利香肠的味道。有。有一种那种微微的黑胡椒的味道飘出来，真的熏肠的味道。想看一般的红酒呢，已经不够看了。下一个，这个培根辣椒香肉，一般在外面真的是不会看到。感觉应该会很辣呢。不会哦，它其实已经把里面的辣椒籽全部都去除了。嗯，不过呢，通常女生来西餐厅就一定要点一道沙拉。你看，嘉年华沙拉上面真的是很多料哦，有大罗曼、花豆、小黄瓜、番茄蛋跟火腿。但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这个优格蓝莓酱。女生啊，对这种很有色彩的料理就是最没有抵抗力的。等一下呢，我们的下酒菜吃的差不多，就会上主菜了。你说还有主菜，这些就已经很高档了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换上主菜。那其实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三道啊，都有他们这一家店的特色。以酒入菜，这道菲力呢，它其实是用红酒去煎出来的，所以香味特别的浓。嗯。哇、wow, ，有没有看到里面颜色？没错，太漂亮了吧！这就是要吃三分到五分熟，因为你就可以看到外面有一点点熟，但是中间的是粉嫩粉嫩的。吃到你们两个都安静了，这真的是难得的时光哎！真的。那你要试试看下一道猪排，刚刚是用红酒去炖，不过这个就是用白酒去炖出来的。你不要看它这么大哦，它其实啊吃上去也是很细致的，它用的可是低温酥肥两个小时。怎么样？好享受、哦，我的天啊！那这个嘞？这个羊排啊，它除了是用小羔羊之外，它其实是用红酒去煎出来的，搭上这个苹果薄荷酱，吃起来呢会非常柔软，很舒服。是不是觉得这三道一起吃下去很好吃？所以呢，就很适合拿来告白啦。可是我又在想一个问题。究竟要在求职告白？求职，还是在？这有什么好想？当然是在这种高级餐厅告白啊！我说求职、可是我又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有说过他那天蛮想吃披萨的、哦，究竟要不要投其所好呢？披萨没问题，我知道有间餐厅，真的吗？我现在带你们去，怎么可能难得倒我呢？哇，真的是专家。